真係唔夠喉喎！唔係因為我自己，我哋都明白歌迷一定係想你，可能即係佢哋好熱情，一定係好熱情嘅。即係希望個 show 完咗之後，都想再見你耐啲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嘅 rundown， 我哋成個製作組已經編好曬，成件事係完咗係點樣？咁其實幾開心啊！最 last 同歌迷一齊唱歌一齊跳舞，咁我覺得咁樣係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咁樣係最。即係最甜蜜嘅感覺上啊，咁我可以同啲 fans 同歌迷唱完《想見便遇見》，又同我跳完舞，咁我覺得跟完之後拜拜，俾我留翻一個好靚嘅畫面，我反而係咁樣咯。咁我覺得如果我再出嚟，好似又好似又唔係我想要嗰樣嘢咯。係啊，咁諗歌迷佢哋會明白嘅最後。我女都睇得好開心。開心啊，佢開心啊，咁同埋媽媽又喺度，即係度好曬啲時間，因為阿大寶就要翻學嘅。咁但係就我問佢：你怕唔怕辛苦先？聽日你要起身，要好早翻工。佢話唔怕，點都要撐爹哋㗎啦。咁樣你諗下，真係好冧啦！即係當然係開心嘅。佢可以背我 run down 出嚟咯。佢睇咗幾多場啊？四五場咯。最多冇認得你啊！你咁多百變種，有啲簡單。都。佢呢個係咩嚟嘅？呢個咩嚟咁咯？成日問我呢個咩嚟？呢個咩嚟？佢最中意你拍呢個最中意邊個造型啊？佢樣樣都好好，佢入咗我化妝間，咁佢都見到好好奇嘅，對佢嚟講好好奇。咁反而我覺得最媽咪同我講話，你知唔知啊？佢睇完你演唱會之後，我都唔知佢點解咁叻嘅。第二日佢就可以將我啲 run down 背翻曬出嚟。啊！呢首係《望鄉》咁樣喎，第三首係啊，佢都好叻。咁我覺得遲啲教佢唱咯廣東話，即係而家佢都未，佢成日要氹佢同佢講廣東話嘅。冇下次同埋啲女一齊開演唱會。冇啦，下次我下一個 tour 嘅地方喺小巨蛋12月，咁我睇下佢到時應該放假嘅，我覺得學校應該放假，因為嗰陣時聖誕節啊嘛，咁佢都會放假，咁到時會帶佢哋過去一齊睇我演唱會。咁暫時台北小巨蛋就下一站嘅一個但係可能因為始終喺台灣做啦，咁亦都會喺温丹上面或者一啲歌上面會有少少改動啦。咁但係我自己都開心，今次有啲嘢係，譬如尤其是特別係請咗美國嘅排舞師啦，咁有好多朋友睇完，即係都知道有啲元素係唔同咗嘅，同我以往有啲可能新鮮啲啦，咁同埋潮啲啦，咁始終我都好中意，即係想有啲係而家嘅嘢多啲啦。咁所以我就要請呢兩位老師啦。咁好好啊！佢哋即係我哋都約定，將來嚟緊有啲咩新歌啊，或者快歌啊，甚至乎我將我舊曲將我重新再編嘅時候，我都會揾佢哋兩個一齊嚟幫手。係，所以整體我覺得，如果最難忘嘅演唱會，我諗係。畫畫嗰 part 啦，判墨嗰 part， 因為我的而且確喺四年裏邊，我自己中意咗喺字畫呢一樣嘢係我自己嘅嗜好啦。咁我都係培養咗我自己另外一種藝術嘅或者係一種創作嘅一啲空間俾自己。因為你知啦，當陣時我哋又唔可以做演唱會，即係之前四年前疫情嘅時候，咁又唔可以即係變咗你唔可以跳舞嘅時候，你好多。想去表達嗰種動感嗰樣嘢，只能夠放喺張畫紙上面咯。咁變成咗，慢慢就好似覺得，咦？當我每創作完一樣嘢，就好似我跳完一 part 舞咁，好中意，好中意。咁同埋好多顏色係我自己去選擇。咁有時你未必會係平時你著衫都著唔到咁多色嘅，但係反而我係喺畫紙上面，我會用一啲好比較少人用嘅色擺自己度，就好個人化。咁呢樣嘢我覺得好滿足，好有滿足感啊！咁變咗我就。今日我就係喺今次嘅演唱會大膽去做呢樣嘢啦，現場去創作，咁一共有13張，
十三幅畫，有機會去，有機會會做一個展覽咯。我相信會做展覽。其實裏面仲有幾樣嘢嘅，譬如我嘅字啦，譬如我頭先都講咗，我有張30張嘅你字啦。咁其實呢30張咧係我精挑細選出嚟，就同埋我老師一齊揀嘅。我寫完之後俾我老師一齊去揀。咁大家就揀咗呢30張，即係我覺得係最靚、最能夠代表我對歌迷嘅一種感覺嘅。寫咗我諗一次過可能超過100張以上。寫咗幾耐？寫咗啊！我諗分開3-4日寫，一次寫咗3個鐘頭，一次寫咗4個鐘頭。咁就寫完之後，我就喺度揀。咁其實我最主要係用30張，咁其實仲有一啲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就冇攞出嚟，咁就可能將來有機會做一個展覽嘅時候，就攞埋出嚟，就會好靚。咁仲有譬如我嗰個棄字啦，其實棄字我又寫咗，其實係畫咗十三張嘅離字，唔係13張我離個棄字，咁就最後用一張就變成一個 3D 嘅動畫，咁你見到好得意啦，出嚟就有一個 3D 嘅動畫，咁啊。同埋其實我哋都做咗個禮字，亦都做咗個雕塑嘅。不過呢度唔俾擺，又做咗個雕塑，係禮字嘅雕塑嚟嘅。咁一米嘅，一米高啊，即係咁大隻，即係一米好大隻嘅，咁高啦，即係去到咁差唔多咁大。唔係，我係揾師傅幫我去，我自己去做一個禮字，再變咗做一個，變咗做立體，變咗 3D， 然之後再揾師傅幫我去做咯。即係用我自己嘅字，用銅鑄嘅，做咗3個出嚟，一米嘅，咁而家擺咗喺倉，即係希望將來，即係始終我呢個演唱會都係第一，今次係喺香港開始啊嘛，咁然之後其實都會去世界各地，咁可能喺中間亦都可能會，如果我哋遇到一啲適合嘅地方，我哋就會將我呢一個 show 整體嘅成個概念就會攞出嚟去展覽，包括我嘅雕塑啦。我的畫作啦，同埋我用水墨做的一個書法的一個畫啦，就係、是、寫一個棄字，其實寫了13張。今次呈現到幾多成出嚟？你有啲反應？呈現咗你啲概念，應該一好少嘅啫，一半到啦，一半啦，一半啦。會唔會喺香港完結咧？編喺香港，再翻嚟香港完結編啊？唔知喎。因為網上啲人話想嚟 part two 啊。咁睇下製作組咯，可以希望嘅話係出年咯，最快就可能出年啦。咁就我哋都有信心繼續做好嘅。開 part two， 我哋因為我哋而家又多咗 Kinja 一對我自己好喜歡嘅跳舞組合，跳舞團體。咁佢兩個係一個創辦人啦。咁佢哋嘅跳舞嗰個其實係好叻。咁我覺得。我又可以有多啲機會，就係可以請到佢嚟幫我教我跳舞啦。咁我就好願意去做呢樣嘢。咁如果真係再開 part two， 可能會有一啲新嘅再帶俾大家咁樣。咁啊，希望啦。咁但係做完呢3場，其實我攰唔攰，我一啲都唔攰。因為我可能我今年我都講咗，我冇特意去減。因為我嘅經驗話俾我聽，如果你太減得太犀利咧，因為你消耗太多體能，咁你就會反而你會喺舞台上面，你可能會容易攰啊。因為你身體裏面可能你已經消耗得太多，咁所以今年我冇特登去做一個on diet， 即係減肥，特登減冇減，照正常，唔係喺食嘢都有操，但係就冇去減，譬如話減糖、減鹽啊，冇做呢樣嘢，就係齋操啫。都 OK 噶，都 OK。都 OK 嘅，都 OK 嘅。唔係真係 OK 嘅，都 OK。唔係啩，真係 OK。唔好意思嘅呢啲嘢。之前唔收同埋唔講係咪好啦？係啊，我繼續。OK 啦，我覺得唔錯咯，即係都 keep 到嘅。咁就係咪有冇話好正啊？好正。唔好冷親你話，係唔好冷親，係唔好冷親。OK， 唔該曬。係咯，咁啊開心。同埋我諗再要講多就係
我哋終於都做到就係一個三面台嘅天花板啦。三面台嘅天花板，我哋嘗試去觸碰呢一個三面台嘅天花板，因為有好多機械上面嘅嘢。咁其實我哋有工程師去批啦，咁好嚴格嘅，咁變咗我哋做嘅其實亦都好安全，又好舒服。咁其實係好嘅。邊度啊？其實蒙眼嗰個係一個燈罩嚟嘅，睇唔到嘢嘅，燈嚟嘅，係一塊燈嘅布嚟嘅，係一個燈嘅布嚟嘅。因為我在最後的時間裏面，我是會看到少少嘅。哦，係咯，即係都望到地下。睇到少少。但係如果望出嚟就睇唔到嘅，直望睇唔到嘅，就要昂頭就可以望到嘅，就望到自己對腳嘅，即係你望到腳去到邊。但係好似好危險，我哋睇到驚險啊！哦，咁呢啲 OK 嘅，OK 嘅，我要盡量去展現喺舞台上面啊嘛。係啊。咁但係就開心嘅，咁同埋即係終於做到呢一個就係是不是叫做什麼放飛舞台？放飛舞台。放飛舞台啦，無極限。是啦，放飛舞台啦。那我覺得今天其實跟我以往有些不同，因為我覺得三面台，尤其是今次的三面台，其實我覺得觀眾應該看得很清楚。即是整體我們的製作，我們為大家打造的一個，裡面有很多一些動畫，各樣東西都每一首，它配合回我們每首歌，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去磨，很漂亮的。那我自己很滿意的。那所以我覺得嚇、啊！會俾幾多分啊？唔好要我俾分啦，我永遠都唔會俾滿分嘅，因為我要進步啊嘛。咁希望觀眾睇到係會合格，同埋佢哋接受就得噶啦。你最中意邊一 part？ 我 part 都中意嘅，其實，因為始終係我有份去參與成個製作嘅時間裏邊，我都有參與開會啊。咁最特別嗰樣嘢一定係我喺台上面做一個迷你嘅畫室啦。嗰、那個部分我覺得係最特別啦，因為從來八次演唱會都冇做過，咁亦都係我依幾年先至開始接觸，咁中意呢一種藝術，咁變咗我就係想同大家一齊去分享我嘅一啲成長嘅過程裏邊嘅一啲興趣，即係變成係融合埋我自己嘅舞台啊，咁樣幾大膽嘅嘗試嚟嘅。咁我覺得無論好與唔好，但係我覺得我自己 enjoy 咯，咁我覺得係就已經好滿足咯。有的，咁譬如我為何讓你走同埋狂野之城呢兩隻歌，亦都係做完第一晚之後，我哋都聽咗一啲大家嘅意見。我自己開頭嘅時間裏邊，我覺得咦會唔會唔唱再特別啲咧？後來都係唔係啦，都係唱翻首狂野之城，直情係我冇諗到大家係對狂野之城，可能係因為呢隻歌真係陪住大家成長，亦都睇到我係繼續去 solo 係做翻一模一樣嗰種狂野嗰種感覺，咁有增而無減嘅，咁變咗我覺得，所以觀眾亦都中意啦。咁我可能考慮一下，到我真係要去做一個part two 嘅時候，係咪真係會放翻一啲真係 iconic 嘅歌，而係 solo 去做咧？即係唔使其他嘅 dancer， 自己用自己嘅感覺去跳出嚟，我覺得仲 enjoy。咁有時我都好享受 solo 嗰一部分嘅。所以就整體我覺得都今次的演唱會是滿意的，因為我聽到多好做完第一場之後，我們去改動之後，每一晚我們去繼續去表演，我們不斷去務求大家都希望可以喜歡這個 show， 那我們都 有去調整各樣東西，還有我聽到很多外面的聲音都是讚的，那我自己都很多謝就是俾好多意見我，俾咗好多一啲加許嘅聲音俾我。咁我覺得令到我覺得我喺舞台繼續有動力，係繼續去做落去咯。咁同埋都有啊，好多謝佢哋都嚟睇，係啊。咁將來啦，即係我覺得會繼續去做翻應該要，譬如啦要有啲新嘅歌曲啦，新嘅風格啦，咁你配合翻自己一啲新嘅舞，而家呢個時代嘅舞蹈，我因為始終我想係貼近啲喺你而家嘅市場，做一啲而家嘅嘢，咁就唔係眷戀翻以前我經典嘅嘢，所以我覺得今年嘅 iconic 裏邊，希望係再做一啲新啲，或者係再融合埋新舊混合嘅一個 iconic 嘅嘢，
嘅 show 啦。咁我覺得咁變咗啲今次嘅方向係正確嘅。咁我變咗對我對自己嘅團隊或者我哋都知道有一個明確嘅方向繼續行落去咯。咁所以係。其實都有的，譬如阿叔他看完我們第一個演唱會之後，他又想著阿叔他，因為他想著他做了衫出來其實都是想配合回整個做完，變成阿叔不喜歡的時候他都沒有用，見到有些譬如我第一場用完之後第二場都沒有用了，阿叔都他自己都覺得因為阿叔都是真的大師級，他可能會覺得這樣會好一點，還有我覺得不想我做一個我自己之前做過的事，如果我做回我之前做過的事，那就叫做做回，那就沒有去突破自己了。其實我很喜歡那個黑色的、那個、即那些頭髮呢，不過呢那個好像我很喜歡那個，其實你戴著的很特別，不脫的，全部都不脫的，不脫的，而且很方便，它戴下去即完全沒有影響你，它是用了另外一些 物質將整個頭髮整得很硬樣，然後戴下去剛剛 fit 曬我的頭，他是用了我拍孫悟空的時候的倒帽的樣子是做一個帽的，所以他們髮型那邊他們做帽是很 fit 很 fit 我的，那就不是用一些普通的頭來做的，是用我自己整個模去做，那我自己反而很喜歡的，因為即那個造型呢，那個窗簾就好像窗簾那個呢，但是其實是有我覺得是特別的，那加上衣服和頂帽的造型，我覺得是我從來沒想過，即是 有種卡通人物，我自己就很喜歡，所以我一直都保留，其實阿叔叫我不要，可以不用的，我可以直接一晚我是沒有用到，就除了就這樣戴頂帽，但我看完之後我覺得第二晚我都是用回我自己，即我自己都會喜歡的，所以我覺得整體我覺得都得意的，都得意的，所以邊啲啊？公仔面，即係可以面到面。哦，嗰、那個唔係好似稻草人嗰個咁樣。稻草人嗰、那個。哦。其實有兩隻，有一隻係白色嘅。第一場係白色嘅。其實我都中意嘅。因為我第一次我戴上去的時候，我就已經很喜歡了。那我覺得是唔係，我覺得因為我未做過，所以我會喜歡，就是要去嘗試。我覺得我俾大家的感覺就是我很願意去試一些 新的事物。當然本來我哋可能有啲調整嘅，或者點樣再做靚啲啦。咁我覺得或者其實我覺得而家我係中意戴一 part 啫。其實好像當一個你當一個服飾咁樣一樣嘢去配襯嘅，咁我覺得咁始終都 iconic 啊嘛，咁你唔去做一個咁樣去配你件衫，咁你就冇咁 iconic 噶啦，咁我覺得就好平淡咯。咁你始終一個 show 嘅演唱會應該做啲係得意啲嘅特別啲嘅嘢，咁所以呢個先係我啊嘛，咁所以我咪做翻自己應該做嘅嘢咯。